南关新大典礼在今年2022年呢，新丰建庙360周年呢，这对南关新大典礼可是一个伟大的年代，极具历史意义。有感于此呢，庙方规个作祭活动共同庆祝令人欢喜的时刻，在今仔日4月16日呢，在凌霄宝殿广场举办庆祝表演活动。各界来宾甲当地政要拢应邀参加共襄盛举。摩纳部长李英德致辞表示：“我今天非常荣幸哈，这个应邀哈来参加我们南昆生哈代天府的啊建庙哈360周年的系列的活动的开幕典礼哈。那么讲起来呢哈，这是我第一次哈来到。”南昆山庙，但是呢，我其实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想来。我跟北门哈、跟南昆山其实有很深的可以说渊源的哈、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我服务于《智利晚报》哈、这个《智利晚报》呢哈、就是我们侯家吴家哈、我的过去的老板哈、从吴三连开始哈、到我们侯董事长哈。还有吴增贤、吴修齐董事长哈，到高清苑董事长哈，到吴峰山董事长哈，其实啊，我们都是北门地区，都是南昆生代天府的子弟哈。那么我到高雄市担任副市长服务的时候呢，我最好的朋友哈，叫做王黎董事长哈，也是我们北门地区哈，这个王龙兴董事长呢哈，也是北门地区，所以说渊源非常深。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南昆生庙不但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我们以前《智利晚报》跟南昆生庙呢有合办这个盐分地带的文艺营，培养了台湾非常非常多的作家文化人才。这个是我们南昆生庙跟别的庙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当然这个庙本身呢就是历史辉煌它不但是我们国定的有形文化资产，而且也是国定的无形文化资产。那么我们全台湾呢、国定的古迹啊，兼具这两种文化身份的哈、其实也不多哈、我们南昆生庙是其中一个最棒、历史最悠久的哈、那么我想在有形文化资产方面，我也不必多说哈、因为这个是国定古迹呢，是我们文资局哈、文化部的文资局来负责来协助哈。无形文化资产的部分呢，我们有两个单位哈，一个是文资局，另外一个叫传统艺术文化中心哈，也都负责来协助哈。那么怎么样去保存，怎么样去发扬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因为庙非常非常的，在各位哈董监事局所有的干部哈，这个经营团队哈，大家的努力之下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文化部呢一定哈会跟大家共同来努力，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只是信仰文化。而且是包括传统艺术文化，还有在地的文化呢，能够再传承，能够再发扬光大。那么文化部会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最后呢，再一次哈、感谢你们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一睹哈、我多年来想要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望。那么最后哈、祝福大家哈、那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尤其在这个疫情期间哈、那么我们要多多注意哈、我们的防疫哈。其实这个疫情呢，虽然那个染疫的哈、这个人数比较多哈、但是呢，因为这一次呢，其实也没有不需要太惊慌，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就要做好防护自己的工作，我们保护自己，也保护大人。最后祝大家哈、平安健康，谢谢大家，多谢大家，谢谢，非常荣幸哦，因为市长今天行程真的满档，晚上他会到，他要我。跟市长夫人，还有我们市各局处的同仁，一起来迎接我们南昆生代天府360周年的庆典。拜远天堂，刚才我们部长也讲过，我们南昆生不但是它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国定的资产。部长很关心我们的文化发展，那我相信我们台南市黄伟哲黄市长也一样，跟我们
部长一样，因为他也是盐分地带的子弟。那部长刚才说他今天第一次来，我也们共同以地主的身份呢，也邀请市长、部长要时常来这边，因为我要跟部长报告，跟各位在座的嘉宾报告的，我们土生土长，都是在这里长大，都受了我们五虎千岁的庇荫长大，家里拜的也是五虎千岁大王。那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因为我们除了靠我们人为的力量做很多可能我们必须去努力的贡献跟我们要生活的种点点滴滴，但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叫神威的显赫。那这一个神威，可能我们都没办法用有具象的东西去表达，就像刚才我们部长说的，它是一个无形的。那我们台湾全世界在这么疫情这么险峻，尤其现在我们台湾的疫情又在升温的时段，虽然我们部长还有全国还有我们市长对疫情都很关注，也做最大的努力，但是我想一定是有一股非常神威广大的力量在保护着我们。我在这里也认为这股力量在这里出发，因为我们来昆士代天母是全国道教的总庙这个是有领导全国甚至影响全世界的一个神机显赫的地方。那我们市长也时常勉励我们事务团队，我们是公仆，我们要做好是应该的。那做好为的是什么呢？为了让我们市民过得更好，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在同时大家在庆赞蓝昆生代天母360周年的同时，我们希望借着代远天堂这一句话再继续引导我们永续发展。这是我代表市长来感谢所有的贵宾长官还有好朋友大德信众对我们这块土地的爱护。最后我再次代表市长感谢各位，祝福大家，也在恭祝我们蓝昆生代天府360周年的庆典顺利圆满。谢谢，谢谢我们，感谢我们的蓝昆生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刚才部长来的时候，我就很炫耀的真的很炫耀。身为台南人，身为阳昆地带的主地，我感觉足骄傲，因为高升吼安尼筚路蓝缕，安尼一路行来，辛苦开拓一路上的这样子的辛苦血泪啦吼，才有今天的成果360班吼，真的是不得了。那也恳请部长常常来看看我们台南的不一样吼，今年的360年的那个庆赞是另外一个开始啦吼。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人心惶惶，咱的百田户吼，咱的蓝昆生是咱的精神粮食、精神寄托是我们安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导者啦吼。那也希望这360年的幻化成我们的艺术，还有宗教。以及我们民俗上的任何一切来展现给我们的民众，在我们民众的心里升值另外一片不一样的天地。那伟哲的关系好，他也形成关系，他晚上一定到。那今天就由我跟副秘书长来跟大家报告，台南市政府绝对在教育局、民政局以及关旅局、警察局，还有那个其他的局处，一定会尽全力的来配合这个庆赞，因为
南昆生除了是总庙的一个精神领袖之外，也是盐分地带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堡垒。那对我们台南人来讲，它是我们另一个阶段再出发的一个登上高峰的另外一个好推手。所以哈，这个一定要全力以赴哈。那我们这里也要感谢我们警察局学甲分局啊，接下来他们的重担更重了，在维护交通或者是秩序上，他一定会全力以赴。那我们的文化局跟教育局，带有他对于后代子孙后辈的一个传承、一个教育这一方面，我乃这刚的他干。为什么呢？最后大家，刚好有一个小故事。刚好在好几年前，我把你帮忙过下这位到我注意，我就看到那南昆生代天府哈，因为罗天大教让我非常的感动跟震撼啦。好，所以一个庙能够这么的累积这么多的实力，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所以呢，我们市政府这边一定是全力以赴，不管对学生、对下一代的一个传承，不管是一个艺术、宗教，或者是任何精神上的抚慰，吼，都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对这个庆赞会加以的支持、努力、配合。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整个活动圆满成功。谢谢，感谢。啊，而且代表南昆市大家好，刚刚是为欢迎咱李部长，以及咱的市府团队，和咱的校董事长，以及所有公庙来共同来庆祝咱南昆市大家好建庙310周年庆。啊，大家来共同来见证这历史一刻，啊，共同来团恭喜、欢喜、贺喜。啊，阮今仔日庆祝的会场会当增加非常的光彩，哦，而且欢迎各位啊，咱下晡伫遮，咱林桥宝殿头前的广场，等下开始有舞团、歌团，啊，佮儿童剧场的表演，啊，到下昏6:36，伫咱大庙埕拜六头前，有着咱的金曲晚会，有着咱的虞美人，啊，佮诺诺、佮陈梦贤做主持，佮领着咱的金曲歌王、佮金曲歌后，大家为咱大家献唱，共同来庆祝咱建庙360周年庆。啊，而且这是一个大好日子，啊，而且大家共同来见证这个一切，咱南昆市大家有建庙，这段时间咱王爷发挥，王爷的神威，大家拢感受着。啊，咱啊，而且嘛，感谢咱文化部啊，自去年开始有来赞助咱的义正言辞的活动吼，予咱伫宗教文化这块会当增加咱的光彩，啊，增加咱的宗教文化传承。啊，感谢咱的侯波明董事长。啊！伫咱个慈善基金会，伊个共度基金会大力的赞助，我咱基金会咱个公益活动会当照顾咱个地方，咱个基层，咱弱势团体啊，而且非常感谢大家莅临啊！今仔日啊，节目应该非常精彩啊，等大家等慢慢欣赏啊，再次啊，祝大家平安健康啊，万事如意，谢谢。谢谢。美好的画面。还好吧？还好啦，你不要丢。再呢，也感谢呢我们本身代天府以及我们各公庙的代表的莅临。有你们的支持，有你们的莅临，来增添了我们今天活动的圆满以及风采。那我们一起呢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师，
一起来留下这个画面，来记录呢这个历史性的一刻。比出一个赞的手势，好不好？我们的欢迎仪式，我们台上的舞师呢来到我们舞台，大家好。今天的一个欢迎列队的仪式，谢谢你们。那这十支呢舞狮呢，象征着十全十美，圆圆满满。那呢为我们今天活动呢一个祝福，就是可以圆满成功。好，那我们舞龙舞狮呢也致赠这一个菜头好彩头，给我们凤梨嗡嗡来。好，我们往中间集中一些些，好不好？对，这样子大家都可以呢，可以在我们的镜头里面留下这一个美好的画面。好，那我们再往中间靠拢。好，那我们一起呢，眼睛看我们前方的摄影师。好，那么一张，我们先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好，摄影师 OK 吗？好，那我们再一张。拿高，摇一下，好吗？好，那我们的旗子拿高，旗开得胜。那我们大家欢呼一下，好不好？掌声，谢谢。好哇！戴远田长，南昆山，戴田府，请赞。建庙360周年，有呢我们各位长官贵宾，还有我们大朋友小朋友，辛苦的媒体好朋友，各宫庙的代表的莅临，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好，那我们有请呢我们呢台上的长官贵宾呢来到我们呢贵宾席来就坐，会有我们引导人员呢，我们工作人员接待组的呢协助来引导我们长官来到我们的贵宾席就坐。你家撤场哦。另外历史辉煌的新历咧，离南昆山大天府到万仙洞的廊道咧，展示有关于庙史的介绍，展出足济尊贵的相片，值得探寻。欢迎民众一同探索南昆山大天府历史的背景。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